第二道做什么呢？甜豆炒鸡丁，左锅巴。对，我们刚刚讲甜豆炒鸡丁要左锅巴，锅巴怎么弄啊？对，咱即马即个市面上买都有啊嘛。哎，啊，即马甲煎起以后，伊就会膨大，大概给膨差不多一半左右啊。这真有撇步哦。有哦，温度爱关。关。你温度若无关，煎起伊袂发死丁。哦，啊！你运动了，管弹落大概百八九度，弹落去像虾片安尼，一个手都捧起来。啊，那无甘油个定。对，啊，来得定心嘛。啊，咱就做甜豆鸡丁炒好，咱个放喺中啊，啊，一人一份啊，等咧吹。哎呦，那我赞你呢。好，啊，这其实金华菜的很精致，是重点以外，更重要是妈妈，你真好学，真好做啦。好。啊，跟你讲。这我跟你讲，会当做大菜用嘛，会当做家庭小菜用。那这个也是跟用焖的吗？就过过油就好了。好，啊，咱首先哦，来，咱看咱这个鸡胸肉安怎来处理哈。鸡胸肉第二种做法。嘿，伊只有这个皮哈，来，这个筋皮爱片掉。啊？那不会浪费吗？就已经没有什么肉了。不会啦。怎么会浪费？那这块可以干嘛呢？这一块等一下再做另外一道菜啊。哦。来，妈妈，你这一块，咱这拢无筋啊，对不？嗯。好，我今嘛来咱个片薄薄啊呢。鸡肉切小丁，切的跟甜豆人一样，哈。哇。鸡米。对对对，炒鸡米，但是鸡米更细啦。啊，咱今嘛就脑筋当中咱用起了甜豆人的大小，咱做比例就好啊，哈。来，今嘛首先。哇，对吧？哈，这足营养，搁足健康的一碗菜啦。就跟甜豆一样大。对对。所以鸡胸肉不同的处理方法，一种刚刚我们说的这泡水，葱姜水泡，嗯，现在这过油，对，用油泡都可以，都会很嫩，都很嫩的，对，就是爱赞，丢了，好，那这么小颗过油会不会老？不会啊，几秒钟就起来了，哦，也是几秒钟，几秒钟就起来哈，咱起码注意看哈，首先。咱这个鸡肉啊，你熬的了，我们放一点点的米酒，好，那么一点点的鸡蛋白，哎，米酒鸡蛋白拌一拌哈，嗯，好，咱免放盐，哦，不用放，对，麦放盐，肉较袂硬哈，好，然后放极少量的一点点的这个玉米淀粉，就会软，嘿，它较骨溜啦，嗯，好，啊，就麦个拌拌嘞。好，那么一点点米酒，那么一点点玉米淀粉，嗯，好，阿内料药，这个动作就算完成了。哦，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看啊？这边有鱼露，我们现在怎么看啊？这边有鱼露，我们等一下就用鱼露调味就好。好，来，阿妈妈，那就把注意款哈，来，来炸我们的锅巴了。咱一点啊，一点啊，请阿妈妈，那就把注意款，这油才滚哦。哦，啊，赶快翻一下，刚刚在进油茶粿安尼。哦，整个都膨胀了哈。刚刚油温其实蛮高，它都还很久才浮上。对对，啊，你那油温无管的话吼，你咧进来都会死定啦。对。啊，你这块油温管它渗透压比较够。它膨米胖嘛。它膨米胖，赶快，那你就翻两翻就好，而且里面又不会吸油，哈，因为它直接膨起来是比较水。对啊，像膨米胖啊。好，所以油温管在我发都崩啊，对啦，啊，膨米胖嘛，是用拉到两百几度，变起才贵啊，我发起啊。这个开了我要一小片多一倍大，对，还是比较胖的哈。嗯，然后现在接着下来，这个面顶哈，来，慢慢来注意看，极少量的盐巴就好啊。哦，盐，极少量就好啊，哈，莫想多哦，哈。好，啊，胡椒粉。胡椒粉，好，安尼就好啊，吼。嗯。啊，即马利用这油鼎吼，我加一点仔水。加水。去青岛另外杀一个啊。哦，青岛。
好，啊，这个水内底咱放淡薄啊盐。好，啊，就放落来，谢谢。好，啊，一定要好滚一下哦，吼。因为有盐味，内底连咪水都冲袂掉。好，妈妈，水滚落去啊，水滚起来吼。嗯。来，怎安尼提起来？啊，你就好些啊。好，那青豆就完成导热的一个动作哈。啊，咱现在再开始油锅啊，火倒落来，好过油就好。啊，因为这个油的温度有够滚啊，所以讲哦，咱这个火就免搁开啊，莫开火嘿。它已经够温，已经够热了，已经够热了哈。就是要泡这个鸡肉。对对对，好，妈妈，你现在看，咱这油温下来以后。我这无开火啊吼，手拢无开火啊吼。好来，啊咱即马来注意看，卡头拄啊淋水沙，意思拢同款啦。哦，滚水落去啊，过个浸掉个浸无熟安尼。哦，是这是用油。好来起锅，前后不到三秒钟就 OK 了。哇，因为很小颗嘛，而且鸡这很容易熟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而且这还在导热，吼，还在导热，吼，嗯，咱即马唔通阁放油啊，就利用鼎底安尼哦爆香料，哈，嗯，来姜末先炒一下，姜末耐炒，蒜末不耐炒，哈，好，那么姜末炒香了以后，蒜末进来，然后甜豆仁进来，烫过水的哈，啊，简单炒一下。香哦，这样也是有锅气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那现在首先呢，鱼露先调味。鱼露先调味。然后把鸡丁剥下来。哇，还有你太白粉水对不对？不用，啊那就好啊。好，起锅好来，淡薄鱼露的旁边都照出来哈。嗯，按照葱要不要？一点点的香油。好，那么最后起锅，葱花放上来提味，很简单呢，很简单。来，阿兰今把看阿罗本哦，妈妈还盛盘，盛盘。来，凤叔，请你给我倒口酒哈，来，咱都要提一袋吼，啊，这都阿你个卡哩，个放在家，一人一杯啊呢。我这个有点技术了，还 OK 啦。啊，一人一杯了，啊，就甲放咧，安尼就好啊。那我抗议我的比较小，第二道也好喽，来试吃。规块推的都啊，用半匙呢，就这样子哈，妈妈也点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连着锅巴一起咬。甜豆甜，然后那个鸡丁鲜，下面这个脆，好好吃哦。而且整个鸡丁是松绵的，跟豆仁口感是一致的。鸡丁比豆仁还软，人家过油其实比较嫩。这锅巴一定要高温炸。对，豆仁人家过水不能过油。OK 呀，鸡肉过油很短，几秒钟而已。